擦算到啥，就咱弥补。头一步，头一步，爱你的痴情是糊涂，是我的过错。虽然学文回来，但是感觉无路做动老爸去带手腕。一学文真靠得回来尔，吹风就来烧吹啊！原来学文在日本读书时阵，把书底也签约要红酒了。这时阵，一个自称是手腕因翁的查甫人来向手腕要讨钱，意外叫学文甲学母脏掉。林手腕，李相啊，你来甲阿爸给你的聘礼提给伊啊！啊！我拄则拄到一个贼仔，伊把我金库那抢去，加在是这个先生替我抢回来。先生，多谢你。没啦。啊，对啦。讲到迄个贼仔，去让发现了后，还阁出手拍人呢。敢真实的？那是真正有贼，我乃无看到啦，乃无听到你化了贼。阿母，卖后别讲，你家看。阿姨的面红红，不是叫贼仔拍，敢讲是家己拍家己心。阿姨，你要紧吗？我不要紧啊。啊，这位先生，真多谢你的斗相共。啊，这是淡薄仔意思啦，请你收下。哎呀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，坦白啊。啊无吼，我先离开啦。阿姨，咱来等。手瓜迄个头一日红晒单面机，这唔正囝啊，规工都干那知影啉酒甲跋筊尔尔，应该是四界才对哩。要哪个好好都伫遐，敢讲又有无什么代志？你这个酒鬼，大工拢怕我，我是怕都你死，看你要不要来救我？啉烧酒就是跋筊，对我不是爸就是妈，我早就我不是林某，只是你的查某囝啊！这我不是人的日子，我已经无法度再忍受啊！阿明姨，即马你死啊，我真欢喜。因为我总算是解脱了，我自由啊，我自由啊！哎，啊是安怎？害人着假，还阁这无胆？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知影无？看好清楚啦，是恁爸啦！无死哦！哼，我哪有可能这简单就死啦？我阁想到一个一箭二顾的方法。第一，就是我假死，爱缴小我拢免用。啊，那第二，就是你去嫁予一挂有钱人的小弟哥，咱两个人做伙赚钱，哈？我卖！你卖！
你若是不爱听我的话，我就讲讲你台湾的代志，让大家知影你是一个良毒的查某。是有脏头在你的手，我林秋月才被悠哉控制。我安尼落袂用你，一个陈明义，早晚你迫害我的好事，我一定爱趁伊有利用价值的时阵，先下手为强。秋月啦，我听何文甲我讲，你拄着贼仔抢劫，还佫用拍，有安怎无？敢若想算一个嘴皮尔，不要紧啦。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吼，这个阿发啊吼，我叫伊陪你去，啊，伊竟然放你家己一个人。稍等下吼，我一定要好好甲修理一下。金浩啊，你莫怪伊啦，是我叫阿发啦，先去茶馆等我，我真正无代志啦。好好，无代志就好啦。你都不知影，我有偌紧张咧。药也买回来啊，我先来去装给你啉。好好，麻烦你咧。阿姨，你哪里在？阿文，是你哦。阿姨。啊！你若家己咧抓药啊，这种代志叫伊家手人做就好啊。无啦，这是要转互恁阿爸啉的，我想讲家己来较放心啦。啊，阿姨，那恁我阿爸阿家在麻烦你照顾啊。你别安尼讲啦，其实是恁在照顾我。啊，若无我一个查甫人，嘛不知应该去倒位。阿姨，你要紧无？歹势啦，我最近身体常常感觉无爽快，头壳出毛的。阿姨，我看你的面色敢若袂自在，可能是面黑。我是头医科的，啊无我带你诊所检查看卖。阿姨，你莫叫我阿姨啦，其实算起来，我比你较少岁。啊，不过我。我知影。你惊人讲话，啊，若无安尼啦，以后若是有外人伫你的时阵，你也是叫我阿姨。啊，不过，干到咱两个人的时阵，咱就互相叫对方的名。阿文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你要给我药啊，爱去你传咯。啊，我会记着，一定会传。太太，大婶啊，你伫遮，食拄好，但还要坐恁两个啦，请你去大厅。老爷，太太甲大婶来了。你起来，秋月，家姐啊。金浩啊，是甚物代志啊？啊，这两位是。徛咧迄个是中泰宫的明公鸟秋师，啊，坐咧是个师傅啦。哪有遐尼细汉的呀？不得无礼！鸟秋师，我叫你来是来化解家道边剃扫帚的煞气，带一个囡仔创啊？真笑的啦！你唔知影，阮师的功夫到倒位？那伊的法术是高明啊！不管是啥物妖魔鬼怪，只要伊若出手，全给包起来，提起啊，放水。敢真正像你遐厉害？好啦好啦，赶紧收煞毒药啦！等者，你要收煞毒药，绝对无问题。啊，不过你爱先回答我问题。前几天你不是画有妖怪，佮看到妖怪？
无你是无生目睭哦。我讲的妖怪哦，就是伊啦。伊欠死三个翁婿，煞气遐尔重，反正伊是狐狸精的。狐狸精。嘿嘿，是我的太太呢，你唔通胡白来哦。不是人，不是狐狸精。不是狐狸精，哪里去红腮煞去啊？你搁看我发真笑未啊？无啊，伊就正常，无煞去嘛未去红。你这囡仔是会晓未晓？全世界拢知影伊是一个妖兽邪师，谁娶着伊哦，谁就爱死。你连这拢看未出来，搁讲偌厉害，根本就是一个囡仔屁。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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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，小控制，小控制。去黄龙小组是袂堪，你有在出手吼，卖家计较啊！紧嘞，把阮三个回一个室嘞。伊是恁三个，唔是阮三个啦，交阮兜啦，紧搞死出去。出去就出去，反正这唔是用代替提供，我才无咧稀罕嘞。鸟叔，你来走。哦。搞死囡仔，莫我再来拄着。阿婆，这两个是你请上来。阿爸，歹势啦，我叫因来是要化解煞气，是唔到这样两公。袂啊，我感觉因两个真有本事，一看就知影手啊根本就唔是啥物家徒袂去扫手，颠倒是你，规工安尼疑神疑鬼，伤憨啊。我嘛是为你好啊，你若为我好，就听我的。即马秋华是咱酒家一份子啊！我有两项代志要宣布。头一项，就是支持学文开诊所。第二项，阿母，以后你甲地主的下巴拢早转来，互我甲恁阿姨看。我要教伊安怎做生意。啥？你要甲下巴互这个查某看？你有讲唔对无啊？你即摆什么态度啊？免啦。我一个查某人，我来看有啥物笑话吗？我未死嘞，这间厝我可是我咧做主，我安怎讲，因就爱安怎做。你规日甲规个地主拢管好啊！阿爸，阿母啊，等我一下。阿母啊，你安是创啥？阿爸竟然甲地主给迄个查某管，我看酒家根本就无需要我啊！你真正做后白想的呢？阿爸只是咧教伊看笑话，只嘛地震的笑，唔是讲我是你咧管。你还无讲半句话，我头就早已走出来。借问咧，你敢真正要上地震教伊管是唔？对哦。哎呦，我那真尔冲崩啦！家在有你甲我提醒啊。安尼无代志啊吼？无代志啊，我一定会看前看后，甲地震顾好势，无一个查某鬼我碰去。对啊，阿兄。地震我管，医生管我无要管。你开医生管的代志哦，就包在我身上，绝对让你满意。呀，来等。爸，伊只是操劳过度啦，只要好好静养，休困一下就用的。阿母啊，你爱去，阿爸已经有话啊，你莫搁惹伊生气啊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是安怎？
是安怎？你是我的阿母，咱两个，唔才应该是天生一对，唔才对。时阵，你就直接叫我的名就好啊。来啦，我陪你啉。我看你也是紧走，啊，若无，让人看见咱两在遮，一定讲应啊话。我都无在惊，你是在惊啥？阿文，你敢知影？我头一次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后悔啊。后悔啥？我若是知影酒家还阁有你，我根本都无可能嫁予恁阿爸。秋月，是安怎？你是我阿爸的某。咱两个这件代志，若是让别人知影，咱阿伯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有我替你。秋月，你是我爱的查某，是安怎你偏偏还是我阿母？阿伯，有你这句话就够啊。我袂予伊当伊我阿爸呀，秋月，咱即爿着走，你对我走好无？这边哪有可能啦？你放心，恁阿爸迄边我会处理，没有代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秋月，啊，不过我放心，我先来等。你先走。我无代志啦，对啦。啊，你顶届不是讲有传病下的药啊，要给我？啊，对，我来去。这边看吧。是安怎啊？这是啥？啊，这罐是我医学里用的物件，叫做心，伊真毒，只要一点点啊，就会当让人无命。以后要千万要注意。好，这么危险的物件，你应该收好啊，哪会放在这？我知啦，等我一下。这些我老无爽快啦，爱听。哦，我看卖来煮啊。哦，你这脑发炎啦，无什么要紧，我靠两只药就好，吼、哦，来。免多谢咧。免，免客气。来，阿志伟。你好，你有啥问题？医生。我有心病，这敢会当医？心病哦，我建议你去看精神科的。翠红，你哪样走来？阿伯。你医学院根本都无毕业，嘛无摕到医生的执照，哪会当开诊所替人看病啦？啊，万不会去让人知影你。
较细声的啦！你看大声是要创啥？惊人唔知影想。我甲你讲啊，伊阿姨甲志强，迄拢是一张纸尔啦，替人看病，是我一世人冤枉啊！我平常啥物做代志，啥也袂用的。你千万哦，望嘴外口袂讲，破坏阮酒家名声。啥物酒家？你是袂记啊？当初是你去学校退学，走去跳水自杀，是阮阿爸甲你救的呢。迄个时阵你就讲啊，你绝不是酒家的人。国大，要给阮王家招呢？你是阮王家的家孙。原来是精通宝无法度啊！学问才对王家白纸黑字来承诺过。翠红安尼逼婚，敢会当得到学问的心？太祖爷调查莫名妖怪，甲这段风波又搁有啥物牵连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》，红虾港太祖爷。你的海岸，一杯手中山，慢慢浮出你的名。无情海涌，将梦打散。风声来作伴，一场情爱，双人拢心痛，茫茫幸福的背影，爱的小船载满孤单，伤心地叹。怎样算？